今天呢，我们来访问我们的阿健，我的好朋友啊，还有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k， 我是阿昌。对，今天呢要介绍一下我的朋友，来，阿健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阿健，来自美里，从事行业是做 freelance accounting service。哦，所以是 accountant 啊。accountant 啊。accountant 啊，所以 accountant 的工作会忙吗？现在？现在是最忙的时期呀、啊。最忙的时期呀、啊，所以你最忙的时期有休息够吗？还是 MCO 的时候也这样忙，就代表生意很好啊？那时候没有工作啊，还没有工作，你很忙不是？啊，还好啦，可以了，过得去了。哦，这样很好。对对，因为阿健呢，他之前呢有一些身体上面的健康问题啊，但是就是通过我们 BE International 的产品呢，帮助他改善了很多。所以我们来听听一下他有什么问题先呢？我之前身体的状况是有脚痛跟膝盖痛、上下楼梯都不是很方便，尤其是下楼梯的时候膝盖特别疼，就有时会要倒退下楼梯。哇，这么严重啊。那阿健几岁哦？现在33岁哎。33岁就下楼梯就会痛了啊。没有办法，应该是年轻的时候运动太激烈了。哦，运动的伤害啊，所以这些都是运动员呢、运动员，跟你一样啊，你也是运动员啊。跟我一样啊。那么现在呢？现在还有运动吗？现在没有了，在家生菇啊。生菇啊。对，讲到生菇，但是你生菇，你之前皮肤也是有一点点问题嘛，是吧？啊，对，我皮肤也是有点问题。是从头开始啊，以前是头皮比较多，以为是头发的问题，结果才知道我去check了过后才知道是得了那个牛皮癣、然后就开始从头到脚都会有红点，尤其是脸部咯，有时出去看到人家都会觉得害羞咯、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是因为人家看到我眼神就感觉很像我得了那种皮肤病，弄到我看到我就觉得不舒服，这样严重。对，以前记得呢，我们出去吃饭还每天叫阿健有一个伊库拉在他颈子、大家知道什么叫伊库拉吗？但是我呢是叫牛皮癣，是皮肤敏感，不会传染人的了。对，因为以前一直有跟阿健开玩笑嘛，他这边也是伊库拉，就是我们吃苏西上面那个鱼蛋，因为这边有一粒爆出来，就像那鱼蛋那样子。对啦对啦，伊库拉。这个牛皮癣也造成我很多不方便咯。尤其是怎么说不方便呢？就出去玩哦，旅游哦，尤其是去游泳哦。游泳就不能穿。就要穿衣服咯，我还特地去买那个连身衣到脚啊，这样包紧紧，这样下去游泳啊，这样不是像去潜水这样子啊，差不多像潜水员这样咯，真的搞笑啊，包都完了，这样不是更多人看你了，就看到奇怪的动作去游泳啊，穿了连身衣，对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阿健啊，阿健有 send 给我他的照片，所以他之前的手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是大概是这样子哦，可以看到吗？你看他手的这些红点都很严重，红红的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另外一边啊，对，这是很比较明显的这个牛皮癣呐、然后过后呢？过后是怎么样接触 BE International 呢？怎么接触这些产品呢？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叫阿杰。是武术冠军啊，全世界冠军啊。然后就介绍我穿 Aurora's Pen 咯。还有就是因为我也是有跟他讲过我的皮肤也是有点问题嘛，所以他就也顺便介绍了 Siroto 就这两个产品咯。
其实他讲那个朋友就是我了。这样子，试用了产品过后有什么帮助呢？就像你讲，你有试了 Aura Pants 跟修罗多嘛？穿了 Aura Pants 过后，对身体有什么改善呢？ Aura Pants 就改善我的脚跟膝盖痛哦。然后也就很像中度这样，没有穿好像不行啊。那天我我穿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两个星期，我的脚膝盖就不会这样痛了，上下楼梯就没有感觉不是讲没有感觉，就没有之前这样痛，就改善很多。这样很快。然后这你穿的时候是大概穿多少久了一天？一天我是穿差不多24小时这样了。哇，就是冲完凉就继续穿了，我买两件这样穿了，连续穿。哇，这样穿的很有效果啊。所以你是想穿了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，你就感觉到膝盖就明显的改善了，是吗？对对对，一天我试着不要穿几个钟，就那个脚痛到不能了，好像中度要继续穿这样。对，所以阿健讲我卖他肚挺啊，每天一定要穿啊。对，但是确实是了 Aura Pants 帮助了很多人，对，尤其是膝盖痛这些问题。对，然后还有修罗多呢，修罗多怎样帮助到你呢？修罗多就帮助我改善我的皮肤咯。不然那就像我额头这样，那些本来是有红点的就淡掉了咯。皮肤淡掉了，本来是很像胎记这样子哈，一粒红红那边的，不是胎记啊，一股啦，一股啦，对，就像我刚才有说的，阿健呢手上那个他的皮肤那个问题嘛，现在你的手上呢，现在手上怎么样了？可以说一下镜头吗？手上好像太亮了，就没有这样红了啊，哇，慢慢那个皮都慢慢伸回去了。变干了的，对呀，对，所以是全身都是这样子吗？之前全身哦，从头到脚了，现在比较好了，不然的话之前的话就老婆一直 complain 我要每天 sit down 啊，因为雪花飘啊，雪花飘飘啊，每天很多头皮在地板啊，对对，因为相信很多朋友有这个牛皮癣的问题，都有这个困扰，就每天会干皮啊、脱皮啊这样子。对, 不 对, 对啊，甚至有些严重到来啊，都不敢出家门啊，或者是没有去做工啊，都是关在家。哇，因为我也是有知道的，有几个都是严重到都不敢出门啊，因为别人眼光是怎样，会让到自己很不舒服啊，看到。哦，对的对的，确实是，因为毕竟这些牛皮癣是全身都有嘛，尤其是脸上的时候有也有生的时候，就会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啊。对对对，这样子我也是很在意啊。但是现在 OK 啊，现在脸花花了，漂亮了啊。是啊，花花每天人家看到我都讲，哎，一股啦一股啦。所以阿健现在就敢出来 live 了，因为之前我叫他做 live 他不敢做，不好意思。所以今天脸花花了，就很愿意上镜了。是了，对，人比较自信一点了。这样子修罗多你是大概服用了多少酒呢？然后是大概怎么样吃的？西罗多我是一开始是一天吃四包咯，早上两 包晚上两包，就吃到现在应该是接近两个月了，就看到皮肤比较有改善了。这样很快见效，才两个月。对了，以前吃其他产品都没有效果，这样子牛皮癣的问题大概多少久了？多少长时间了？差不多有十多年了咯。哇，十多年的问题呢，你吃了大概两个月就有见效了。对啊，而且以前我都是要每一天或者是三天擦一次，通常重到来是一天要擦一次那个类固醇的药膏咯。哦，哇，类固醇的。对，那个擦了过后有什么效果呢？就会淡掉你的红点哦，但是到后面又会倒回来了。哦，后面倒回来，对，因为之前你有讲过擦多了会感觉到腰会酸是吗？对对对，擦了过后差不多
两三天过后，哇，那个腰很酸，酸到你不能弯下腰。哦、我觉得应该是那个类固醇的发炎肺啊，一查就腰痛，一查就腰痛。哦、是咯，所以也不能长期查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幸运的是你遇到了西罗多，帮助到你这个改善这个问题。对对对，我很开心。不然的话，我每天会浪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查药。哇，要查一个小时啊！啊，要查一个小时，因为要从头查到脚嘛，尤其是头啊，因为头有头发嘛，比较难查，所以就吃了很多时间，就一直查一直查。那你查了药出去，不是全身白白了那药膏？啊不会，它不是白白了，它会看到皮肤会旁边会有白点。但是它不是、oh. 它是像是 cream 这样子的，它不是 cream， 它是擦了你看不到东西，但是你皮肤旁边会白白，就是这样会有那种效果、嗯哦、了解了解，是的。 OK， 好，那么现在呢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观众呢？就你用了我们 B International 产品啊，用到这么好，有什么建议要给我们的观众吗？ 就很高兴认识了 AllerPants 跟许罗多了，真的是改善了我的问题、嗯、还有犹豫的朋友欢迎来了解 AllerPants 跟许罗多了，还有 BE International 这么好的公司、嗯、哇，这样很好很好。对，所以还在犹豫的朋友呢欢迎去找 Again 啊，问一下 Again 啊，这些产品的资料这些资讯啊，因为我相信这些产品已经帮助到了很多很多朋友了，所以你们如果通过再介绍更多朋友，对对对，相信更多朋友会受益于这些产品。嗯，对。 OK， 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、嗯、今天我们的 live 就到这里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拜拜，谢谢 Again， 谢谢 Jay。